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呢，在美国 CES 展呢，在 Las Vegas 展出的这一台机器人，非常创新，而且是划时代的一个家电产品。哇！这台是什么呢？这台它是一台循环扇，还有自带空气清净的一个效果。它的一个柱状、塔状的一个造型呢，非常节省家里面的室内的空间。在它循环扇的部分呢，它有三种循环的功能。第一个，它就是很窄的这个风这样出去；第二个就是广域的风哦，就是比较大面积的出去。第三种呢，就是循环的一个功能。有些人呢希望空气有流动感，但是呢他很讨厌什么风直接吹到的那种感觉。那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前面的这一边呢，用遥控器也好，或者在上面的面板操作也好，让它关起来。那风会从哪里跑？风就会从柱子这个塔顶往上冲，达到空气循环的一个效果，还能够达到空气清净的效果。它还结合了以前，例如说大白空气清净机呀、超级大白空气机，这什么呢？异味侦测、甲醛各方面的话呢，它都能侦测到之外，搭配它的滤网，可以有效的过滤家里面五种常见的有害气体。所以它除了是一台循环扇之外呢，它更是我们家里肺部健康的一个守护神。这一台机器呢，因应这个后疫情时代的功能，它里面它还有一个 UV 杀菌灯，它的瓦数呢非常的强，而且非常的省电。再来就是它的寿命很长，所以买这一台机器放在家里面，不断的循环过滤我们家中的空气，除了达到一个老流舒服舒适，家里每一个人身体更健康。它有两种颜色，一个是银色，另外一个呢是象牙白的这个颜色。它有两种版本，一个呢就是价格比较便宜的版本。如果你觉得说啊，家里还好啦，我也不需要 UV 杀菌灯啊，我也不需要什么臭味啊，我家里也没装潢啊，然后我也不用担心有什么甲醛，好，那我们就买那个平价版的。那如果你觉得说啊，这一台机器买下去起码用个十几年、十五年，要买好一点，为了家里的健康的着想，那你就选这台旗舰级的。哪里买？486团购。最近好吃好玩只有在486团购。